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平安。有请我们一同来站立，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将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在神身上，敞开我们的心，以心灵诚实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好吗？神，阿门。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，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。阿门。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有路出来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说上帝的恩，展现十架大能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的话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你的话，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涌入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平衡展现十架大能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涌入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平衡展现十架大能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涌入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展现十架大能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
声宣告，耶稣你一直都在。是的，我们要来宣告耶稣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他时时刻刻看顾我们。阿们。神的脚步，每一个脚步我们都要紧紧的来跟随他。就算经过黑暗谷，遇到暴风雨，在神的手中都要将变成祝福。
在泥泞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，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，耶稣的爱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，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，耶稣的爱有请我们的牧者小组长实习组长上来一字排开，然后有需要被带导的弟兄姐妹或者要
领受祝福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陆续上来。来这里，这里。那如果你需要被祷告，看见没有空的，站在两旁，站两旁好吗？简短，最重要是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不需要长。万一还有人需要被祷告，那祷告的组长们靠近被祷告的耳朵，让他听得清楚。来，弟兄，还有谁愿意被祷告？彩霞来。我希望你们谦卑一点，我们不是要出大庭吗？不是要问话吗？不是要家庭团聚吗？不是要身份吗？都出来。来，那李弟兄，李洪勇弟兄，李洪勇弟兄来排队，你们夫妻来排队。哎，那个连结来，就顺服就蒙福来。李弟兄来，顺服就蒙福，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，神垂听。好，赶快来，出来，你让他过啊，你让他过啊，李弟兄出来。牧师把机会让给你们哎。祷告神垂听来，你就说你要办那个特殊人才，你的爸爸，弟兄，你不是要大庭吗？出来，哦，还要牧师提醒你哦，有各样的需要都可以出来，找工作也可以。申请大学，你需要被祷告。儿子要去出，儿子要出城，快些。不讲话，其他人不讲话，用祷告的心。出来，我是要打
屁股了。祷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他必医治我们，他是医治的神，也是拯救的神，之所以我们要赞美他。你们有任何的难处吗？有任何的重担吗？有任何的需要吗？来，通通带到神的面前来。神身上，脱去一切残累，举起你们的双手来领受这祝福的恩膏。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
在深